豆踏起以前就起的这么一个作用，你看见吗？朱德烈升职，人叫韩兄宝贝，这韩兄宝贝可不是韩兄宝贝这样，挺拔，被挺拔起来了，胸松开了。韩大爷不在这儿这样似的，都不给弄了一下就赶紧了，呼一下，什么气沉丹田的，是不是气松开了，在这儿憋着呢，呼吸在这儿呢，这一下不在那儿了。那你就赶紧赶紧吧，你要一般的，不在那儿了。一般人仰慕呼吸没有，没有，所以这个凝视前方平流柱，双抱环抱大提前，这就是完全顺向提顶，含胸八背啊，这膝胯等等的都齐了，这是走转的根本基本的动作形式，然后得左转完了还得右转啊，左转啊，左转了十分钟啊，或右转怎么办呢？这叫多多扣点儿，这叫人家回来再头一扭头，哎，往前走，这脚又往前了，哎，外脚又扣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这么自自然然的过来了。转着都不是上，就是走着走着，我要回去了。嘿，哎，哎，就这么自然过来了，不是说得那么了一下啊，自然就过来了。啊，左转右气，右转左，为了找平衡。啊、这会儿老子转真舒服，多转会儿那不对，这会儿老转出舒服那是好，这会儿可别扭了，别扭更得转。别扭了，说明你这地方舒展的不够，配备的不好，气机受阻，更得这边多走。走的名都让它平了，都一样嘞。嗯，我这边别扭啊，我开始先走它，我先转，到最后收的时候啊，我还在走它，它完了我再收，啊，找它平衡。左转右膝，右转左，干嘛呀？上下与中平翻盘，干嘛呢？走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提一下呢？要不然低着头了，嗯，要不然呢要平翻盘，千万脖子老直着，嗯，脑袋这儿也平着，不能低头，啊，这儿得直溜着，别这样了，那样了。也别这样了，一掰这腿，好，又歪了，啊，一走这腿，又这这拽了，是这肩膀也是啊，走着走着这么一走，哗，这这样了，外弯扣的不好，这肩膀光也跟着了，这儿说没有，平翻盘，哪儿都不动嘞，就这样嘞，明白不？所以是翻盘。要平，不然的话，他就是人理直啊，他这样晃，摸来摸去，哦，哎，这肩膀干嘛呀？这边上也跟这儿就老这样了，就平了，这气机就在那儿待着，他不在给你呼一下，再给弄一下都，明白不？是，还有呼吸也平了，平三盘，是吧？然后翻盘旋转七回中，翻盘那么要翻盘就指着周身了，周身这个运动环转，怎么旋转呢？我是多快呀？我是多慢呢？我是怎么着？我这身为气为中，是气儿，气是什么？就自然提供的功能。我这步啊，就在这儿合适。这就搁这儿合适，就这儿，你就别哎，八步，你别哎哎这样呗，哎这这这这样呗，哎这就不是气为动了，是不是？就气为动，就是他自个儿这个气靠着什么才能提的？靠着松，你憋住了，哎坏了，明白不？
不要中韩的这气儿说，嘿，我可行了，你怎么哪儿你不爱我的事这个，是这么意思啊。所以气为宗就是让你掌握这个，千万你会这不行，错了。是不是你说这用气儿，这你还这的够意思，够什么意思啊，这气儿提一见了，哼，是不是。所以三观宣传气为宗，休息一会儿好啊，是吧。三观宣传气为宗，是吧。三观宣传气为宗，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，你必须让你气，不能你要怎么怎么的，你要走多快你说都得身上，怎么才能气为宗啊。周身环节需放松，你需放松，这是必须得放松。环节它不，什么叫环节呀？啊，千肘万呢，不是还加上这骨里多少节儿啊，这节儿一节儿一节儿都得松开，连环带节周身的，不是这儿那儿的。你这边这腿就是膝就是胯部，这里边所有的环节都要松。人身大概多少节，多少节骨节，是不是处处都有气机在里边，连筋骨皮毛筋骨皮肉都是气机在里边。所以周身，这就关乎周身，在所有的环节必须放松，必须放松。那么你哪一点里边绷也不行。所以我就是这句话这么讲，啊，并不是一句可有可无。如果你要气为宗，你必须得周身放松。你周身你这样一绷，就不是气为宗。你这么一来，就不是气为宗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连思想都凝神，前面都凝了，气为宗。然后这样还得应将有相能无相。说我这干嘛呢？里直外扣，不展膝胯，双手纳衣前。我这是气为宗，得这么迈，这腿得这么走，这都叫相。这都是这一件件事情，在这儿也有，在身上一切，你这儿也都还惦记着呢。所以说，这叫有相，无相，就这么走起来了，自个儿不知道。完全入于那个境界了，怎么睡觉没睡觉，可是一样什么都没了，纯粹的宁静了。中这个有相能无相，才能达到真正的宁静，才能灵。怎么灵啊？哎，其动也无灵，你走的它才能倍儿合适。你看我这胳膊就这么就行嘞，非得那么着，我这么胳膊也行，也没关系，行吗？其动也由着倍儿灵啊。为什么宁静灵才灵呢？有明镜灵，你必须得怎么着呀？必须得有相能无相。你如果这脑子还想着一点什么怎么的，就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。所以只要能够有相能无相的，怎么办呢？阴阳变化自然中，是吧。这身上一切动作都是阴阳啊，哎，你扔了这腿啊，抬起来就是阳，撂的就是阴啊，抬这个，这要出去就是阴啊，这出去又是阳，合呀，哎，阴阳，这个一步一处，这里边全是阴阳。那说我这儿没动，没动，内静外静而内动呢，
并不是你非得动弹就动，明白不？你一个人的做工，这不是内静外静，是内动，内动才是真动，才是生生不已之动。就外动完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完了？那个里没有，和它里边还老是顺序连续，你这稍微动一点，你不知道是这动着呢。这个动才是生生不已之动，所以呢，它才能够达到阴阳变化，自然中完全恰到好处，没管的都恰到好处，所以这叫阴将有相，能无相，实际是神意明，不知道什么走到恍恍惚惚，我不说走到恍恍惚惚是干嘛呢？不知道干嘛，恍恍惚惚，然后你要很自然的恰到好处，不是你安排，这个得这样，这个得这样啊，这个合适，别管它，你只要做到有相能无相，跟气归宗前面那个，它自然就都怎么都合适了。怎么都合适，阴阳变化自然。然后说，但是有一个总的，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呢？是中正安舒和定义。中正安舒这四个字就是太极拳的那个词儿，我得用。就是说你在你走转之中，要中，这身子没歪，这没有这个，是不是中吗？正是心正。心里再也没有任何想象，我这练怎么怎么着啊？我这还有什么想法？我练这功夫，身体棒了怎么？都没有，心里的正念，然后安，神安了，神呐、啊，哎呀。神安，只有神安后边才能达到什么呀？才能舒气舒畅，哪儿都不受主宰，这气可痛快的舒畅极了，走着走着冬天越走越暖和，这怎么回事？脱了，还走又暖和了，又脱了，走来走去下着大雪，穿着背心都憋得慌，脱了，出了身上西北风一刮，嗖，嘿，舒服。为什么？气儿给你提供的，能不是累出来的？就能慢走到了那个境界。为什么我中间骑着穿裤衩啊？明白不？是劲儿给你提出来了。我那会儿70多岁，就是那样，越想，后来说是背心穿着不行。不憋得慌，可是有一样，练完了收了，赶紧都穿上。我们老师说的，因为你是内气给你提的，你别说我，哎，等那儿消不了去把这气儿，等这汗落了，那可不行。你还得把这捂着和里边，跟你受累出的汗照样不一样，你可别让这外风吹着你完了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中正安舒的气儿舒畅和，什么叫和呀？内里的五脏六腑、经络、血脉、筋骨、皮肉，它没谁跟谁，都是和平的了，相和了，谁也不干扰谁了，这叫内和。你要这么一来，得这儿一算，这儿不和了。这儿虽然好，而这儿已经不合了，是不是？这么一来，得这后胯跟不合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合哪儿哪儿都不影响，内外哪儿都不影响，这叫合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就跟睡着了似的，你说哪儿还不合适？哪儿都合适，就那个叫合，定是吗？再不受干扰，你这儿。练着外头那儿有什么了啊？说是上
没有干扰，不受干扰了，定了，稳定了。定是内定，不受外界的干扰叫定。我这儿嘣响了一枪，没事儿。我那时候小时候练八卦掌，夜里那会儿哪有灯啊？没灯，练完了回家走在胡同里头，嘣一下，噗，什么响？谁知道？我没事儿似的，我就没，没有，就好像嘣，就好像这木头鱼似的，就这么一下啊，没了，对我这儿毫无影响。那个病，这是自然的病，好多是那么作为咱们在工作当中、生活当中，有好多是使得你着急，使得你生气，使得你害怕，使你吓一跳。你要练这功练成了，你不动一心，奇怪的很，什么激情不服，满不在乎似的，好像能做到这个定，这一定有这个意思。意是什么？阴，阴下的阴，几个心，心老生这种的意念，自然生出来，没有别的想法啊，老是中正暗说，呵，自然，那这是一个舒服喽，啊，非常美好喽，是不是？要做到这个是好像总的说来吧，啊，能这样喽，前面转，但这样怎么叫道悟得培妙风筝？你就怎么着了？道悟什么叫道？前面走人走的路，我哪儿去？这道怎么走啊？这叫道，往这儿走，这叫走，叫路。这条路啊，这心里明白往哪儿走了，叫道悟。就是我这我都明白了，为什么气为宗，为什么我都明白这个，我都心里都明白，我不是在想的喽，就自然就这样都清楚喽，就这么办喽，得赔你受到的走到那个啊，走到了那个境界了，身心修养的境界了，怎么样？妙风筝，这妙风筝我就起了一个人的境界吧，是吧？佛家到彼岸了，什么这个那，我认为妙风筝那是非常美了，优美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得道悟得培，你得从心里头，不是我这看你看我这道场啊，你瞅瞅怎么样？没这个。我也不是为你给你瞧，我也不给你看，说您这叫什么呀，就这个什么呀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叫道悟得培。可是一样收到什么没有？收到了血病延年微妙国，血病延年，身体没病，八十多岁了，这个呵，不能不错，我微妙我这不算什么，这不是我得怎么怎么才达到这个境界，只要你老路走，他就自然而然收到这个德，不是我得求，我会的，我到时候我得活多大岁数，你还有受人我众受那四个想法，还自个儿想这个，你呀我呀啊，爱玩我受，这种思想没有空，根本没想到自个儿活的劲儿，还活的劲儿也不想，没这个受的念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延年益寿啊，微妙国，这不算什么。妈妈生下来就让你活一百年呢，你就活八岁算什么呀？是不是这么讲啊？只要你按人家规律生活走那条路到，你走对了，你自然而然也许是超过一百年了，不单超过一百年，而且你是乐寿，嘿，
看你没有难受，不是又这儿又疼啊，嗯，老是心情舒畅，吃喝拉撒睡一切都过，那这个幸福还不嗯，你活得八十岁，这儿也病，腿也走不了了，您准还是搀着吃饭的人喂了，那活着管什么呀？所以要达到这个健身是这么个健康，这个寿命要这么想，要乐寿。为什么说一说了半天还是身心修想为了人的一生的幸福生活，与死难与病做斗争，怎么是招来病态无难，是不是不干怎么不干呢、啊、明心见性智慧荣，练这功练的就是心明白了，对什么问题都看出本质来，这是好是坏啊，一瞧一瞧之后这。